大家好，我是胡服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的1300集的节目，利用这个机会呢在这个1300集的应该讲 P1 了啊，我来给大家呢做一个2020年的小总结。那小总结的部分呢会有两个一个部分啊，第一个呢是关于变形金刚啊，我的话呢会以 Hasbro 官方呢作为主要的一个谈论啊。那因为今年来讲的话呢，第三方的玩具呢我接触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少，那我会以官方的玩具呢作为我主力的更新。其实每年都是这样啊，我每年都是以官方的玩具呢更新的量是最大的。那以今年来说呢，官方的玩具的更新量的话呢还是很大，但是在第三方啊或者是 KO 的玩具的一个更新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比往年来讲的话要大幅的缩减了。那第二个部分呢才会聊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在今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那都跟各位呢做一个年末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啊。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关于变形金刚的玩具。今年的官方的玩具我个人感觉比去年要来得好玩，那大概就分几个路线。首先是正统的 Masterpiece 系列呢，我今年可以说是脱坑了啊，自从 MP44 的那种天价出现之后，我对于官方的正统 MP 已经都没有再做接触了。今年的话是有入了一个探长，但是入的时候呢，买的时候呢是 OK， 买的时候是定了，但是呢因为拿到的时间呢是比较晚一点，那网络上已经很多的灾情，那么呢我呢就根本也不想把它拆了，甚至我希望呢这个能不能这个厂商里忘了我定你的这个 MP 的探长，但是最后人家还是把它寄来了。那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也把它给卖了。那此外的话我还有入了一款这个毒蜘蛛，就 Masterpiece 的这个黑寡妇或叫毒蜘蛛。其实我有买，但是我放在盒子里头一直没有拿出来开箱啊，因为人家是女生嘛，对不对，妹子就带回家啊，用不用得上是一回事啊，反正收集就对了啊。那么呢官方的 MP 系列的话呢，我就今天就不跟大家聊这个了。那这个 MPM 系列的话，今年倒是有两个佳作啊，这两个佳作的话呢，这个我放在脚边啊。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一款，因为这一款我自己有开箱啊，这个 MPM 第11款的这个 Ratchet 衣冠啊，这个的话是一个奇迹的作品，算是 MPM 系列的一个一推出之后呢，它的价格的话呢就非常的平稳。当然台湾一开始的一个卖价是台币在2200以内可以买得到，那我是属于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我就买了。买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过去这个 Ratchet 它没有推出过Voyage Class 的模具，只有一款，从07年一直用到11年都没有什么新的一个变化。 Deluxe 等级是有推出一些但是呢你要推出到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玩起来可能比较过瘾的呢，这是唯一一款当时我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买玩具的习惯跟我一样我不管我要买我就会买，我要买就是会买，我不管你做的好不好，反正你预购的时候我就拍了，因为我觉得我的清单里面是有这个缺口，我就一定要买。那所以就也很幸运啊，买了之后呢，这一款我玩了之后呢，价我觉得很好，我就赞誉它一些。结果这个可能也是货少啊，那可能也是因为它真的评价不赖，价格就一直往上飙啊。我买的时候是这个台币是2200以下，现在的话台币没有4000块钱是已经买不到，可以说是翻了整整一倍。那据说在其他海外或者是在大陆的话呢，都也是非常不容易买到的啊。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啊，今年算是 MPM 系列，而且据说它是最后一款，那我就捡到一个不赖的一个宝物啊。那再来的话呢，还有一款呢是我做了它的一个 KO， 但是正版却一直没有开啊，这个上面都有灰尘了啊。这一款也这个 MPM 第十款这个 Starscream 这一款的评价也是比较好的，算是 MPM 的话呢有这两款收尾的作品呢评价都不赖。那因为我做过它的一个这个改良版，那个涂装很漂亮。那这一款的话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一直都没有玩啊，甚至连这个封口都是新的啊，你看这个在世的啊，对不对，我是说放在我房间里头都没有拿出去，所以是在世的啊，所以就应该还是要找时间把它打开啊，说不定是瑕疵品的，但是也过了很多天，人家可能也不让我换了啊。那 MPM 系列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它的两款收尾的这个第10跟第11号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那 MPM 的话呢， MPM 系列我再多讲一个好了， MPM 系列这个 MPM 系列啊，
就是因为最近拿出来玩啊，这是 Jazz， 这是 NPM 3号的 Bumblebee。 那这个3号的 Bumblebee 呢，其实我之前的话是最早的时候第一批我就入了，但是后来我把它卖掉，我想它可能还会价格还会再跌，没想到这一款也是属于价格能够往上飙的这一款。现在台币如果没有全新的话吧，如果里面有将近3000块，可能也是买不到，价格也是涨了将近70-80%啊。那我是运气不错啊，刚好网络上有人丢一个保存很好的二手，那我就又把它给买回来了啊。所以这个我的目前的 NPM 系列的话呢，算是收齐了。那我们如果讲一下 NPM 系列的话呢，NPM 系列。回顾一下，从3号的 Bumblebee， 然后4号的这个 Artemis Prime， 然后这个5号的这个 Barry K， 6号的 Iron High， 7号的电影大黄蜂的这个独立传的一个 Bumblebee， 然后8号的 Megatron， 9号的 Jazz， 10号的 Starscream， 还有11号的 Ratchet。 里头呢，真正做到我觉得很烂的就是铁皮啊，跟这个7号的这个电影大黄蜂，大黄蜂独立电影的大黄蜂。这两个的话呢，一个是做工实在是很差，设计不好；另外一个则是还原度实在是偏低啊。大黄蜂那个模具，除了这两款真的很弱之外啊，被大家攻击的很糟糕的 NPM 04的话呢，刚好我这两天拿出来啊，这个啊，在镜头后面啊，呵呵，这个是 NPM 04，虽然它就是各种的有的没有的，但是呢，经过50次的变形之后呢，它还是可以变成好的玩具，跟我有感情之后呢，就变成一个还可以的。那昨天晚上的话，把它拿出来，然后又把它变了一次。其实设计来讲还是鬼斧神工啊，这个官方的玩具设计是可以，但是就是做工啊，还有这个诚意度是的，像这个啊烟囱秃了一半这种啊，这个是很明显是没有诚意啊。那 OK，Anyway，大家现在也都接受啊，孩之宝官方就是设计很强啊，但是玩具呢就是差了那么点意思，不愿意把它做到很好。那 MTM 系列我们就这么讲完了啊。那今年的话呢，官方主力的产品是什么？是《地球崛起》。那《地球崛起》的话呢，我懒得把它拿出来，我只讲一款吧。今年《地球崛起》的玩具严格来说，我个人觉得是比不上《围城》那么让我惊艳啊。但是呢，总是有好的作品。那这款是这个。Leader Class 的这个 Artemis Prime 这一款，好，这个，我个人要讲一下这一款的话，我是个人最推荐，它可能是就是今年度最推荐。如果说只能只入一款玩具的话呢，我会比较建议大家说，如果你有机会就把这个家伙给买回家，地球崛起系列 Leader Class 的 Artemis Prime 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它是有带货柜。那这一款的话有点意思，它的话一共推出了四个版本，我全都收了啊。这个是美版，它本来是有带一个货柜，我没有拿。如果你对货柜呢没有偏好的话呢，其实这款网飞配色的这一款没有带货柜。那这两个的配色有点像是这个，如果像是美版的 MP10 的配色，那这个大概就是日版的 MP10 的配色。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配色来讲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一个鲜艳的蓝色，这个是属于比较暗的一个蓝色啊。那模具都是很棒的，模具都很棒。那以现在价格来讲的话，好像目前这一款的价格应该是最便宜的。那另外的话呢，就顺便提一下，那个围城的话，不，地球崛起，我大概就讲这么多。那就是推荐这一款啊，这个 LG 的 OP 啊，今年度个人私心最喜欢最推荐的一款玩具啊，人气来讲啊，这个 IP 来说，版权来说啊，设计来说是最推荐，综合评价最好的。那顺便再提一下，刚刚的那个配色的话呢，它还有两个版本。那一个是这个是死亡配色，休眠配色。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个跟这个救护车同样一起卖的啊，这个是一个镜像配色，就是紫色的配色。好，那我们就顺便再提到这两个包装盒。今年的官方呢推出了很多这种所谓的世代精选系列啊，就是这种包装的，它就是同样的模具呢，然后换个颜色或换个。包括刚刚的这个网飞也是一样啊，包括这个，你看一个 OP 可以让我讲这么多东西。今年的这个网飞的配色，还有这种世代精选系列，都是童模改色，或者是改头雕，或者是小改而已，然后就推出了。所以今年的官方抢钱真的是，我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凶啊，真的是
有强迫症的人真的会收到手软，收到手软。那这些的话呢，就看你喜欢，你就喜欢哪个配色去收。但是呢，有一款的话呢，我是觉得比较奇葩啊，比较奇葩啊。这个在网飞的配色里头有两款是非常珍贵，一个是音波，因为它要改模。那另外是大黄蜂 Deluxe Class 的 Bumblebee， 还有 Deluxe Class 的这个 Elita， 因为他们是换的角色，换了角色，在其他的配色是没有那个大黄蜂，也没有艾丽塔的。那音波的话，是因为有改模，所以那三款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高，尤其是大黄蜂，它原本一只原价可能反斗，即便是反斗城也才卖799台币，现在的话是2500。才买，涨了将近三倍，涨了三倍啊！这是我看过最夸张的涨幅，最夸张的涨幅。如果你有看到价格便宜的话呢，我是建议你不要买，你可以跟我讲，我去买好了，因为我也没有那个东西。当时其实我有批到一批，但是我量算错了，我只好乖乖的把那个大黄蜂又卖给有预定的朋友，所以我就后来我自己反正我自己没有那个东西。好，那么地球崛起地出系列的也跟大家聊完了，就主要还是推荐这个 OP 啊，那其他的话就搜索了，像 Megatron 就比围城的要差很多。那今年的 Hasbro 还有另外一个主线嘛，就是这个动画片的这个系列啊，我拿一下这个。今年的话呢，这里，我刚离开画面对不对？它今年的动画片的话呢，它有一个。这个赛博坦制里头，它的第一级 Deluxe 等级的做的真的是相当可以啦，以这个低龄化的玩具来说，这个系列做的可以，而且它用了一套的这个就是组合出这个像用漫威的人偶那种玩法，就是这个收集尸块来组成一个新的一个独立的人偶啊。但是这个做法呢，在台湾就是比较恶心一点，台湾的代理商呢只有进了前面六只吧，后面两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反正呢你要凑到这个的话呢是非常的困难。那我只能说就这个系列的第一集啊，算是这些年来的从08动画的时候有很多很精彩的低龄化一键变形的玩具，但之后就当然电影三也是做的不赖啦，但是之后就各种低下，那今年是有一点曙光啊。如果你有这个系列的第一集可以收，那其他一些就是什么能量金爆破系列啊，那个就看你了，那个可能就没有那么精彩。好吧，那今年的话呢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要特别说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今年的有这个联名款的作品。今年的话呢，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捉鬼特工队的这个魔鬼克星的这个还有之后的这个更加精彩的这一款回到未来的这个时光车，好，还有我最近给大家做的这一款那个 Top Gun 这个的这个联名款，这三个玩具的话呢我个人蛮推荐的而且他们这个电影在电影在播的时候呢都是我的童年时期啊，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来看到这三样玩具跟变形金刚，那应该说这三个 IP 跟变形金刚结合的时候啊，其实我是蛮开心的，而且玩起来的感觉呢真的还是不赖。这三款联名款如果有价格合适的话呢，我也会蛮推荐啊，就是各位你就是把它给收下啊。好吧，那今年的这个玩具的话大概就是跟大家推荐这几款啊，三款的联名款，然后这个 MPM 系列的这个第十跟第十一我觉得做的也不赖，然后这个 Earthrise 的话呢就是 Leader 级的 Artemis Prime 我觉得可以，那赛博坦制的话呢可能各个地方的话呢这个代理的情况不一样啊，但是也没那么好，但是也算做的可以，如果要 pass 就 pass， 如果能买就可以买了啊。那再来就讲讲我自己的事情啊，2020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怎么好的一年啊，当然年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去区分的，搞不好2021年更差也是不一定的，我们只是心理上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哇这个2020要过去了。那2020我一开盘的话呢，我就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很黑的一个状态，
1月5号那一天，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被盗走啊。这个我已经有讲过解释的影片，我这边的话呢，就再简单的说一下啊。我这个节目，我这个 YouTube 频道呢，是做了即将迈入第9年。那我收到了一封假的一个信件，它伪装成 YouTube 的客服啊，他跟我说我必须去通过某某认证，如果不通过这个认证的话呢，我的这个流量分红就会拿不到，会有影响。那因为这个信件全部是英文，而且伪装的很像啊，那我就去只好半信半疑，拖了两天之后还是给他按了一个认证。那这认证的时候还会透过我的手机认证，但是我还是帮他通过了。那通过认证之后的话呢，其实他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这个钓鱼网站，他这个认证就是说，你认证了，就是比方说你这是我的 Google 账号，这是我的 YouTube 账号啊。那这个我通过之后，就表示说呢，我同意呢另外一个人进来共同管理这个 YouTube 账号。那变成说我的 YouTube 账号本来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我，但是我同意第二个人进来共同管理 YouTube， 变成说我的 YouTube 频道变成有两个老板。那另外一个新老板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怎么样，就是把我开除了，他就变成了 YouTube 唯一的老板， YouTube 频道的，我那个 YouTube 频道唯一的老板。那所以我的那个等于是我有一个公司被就这么样被他偷走了，那损失非常非常的惨重啊。除了九年的更新心血全部变成别人的之外，他要删要砍要再上传其他东西，我已经完全干涉不了。最直接的就是我每个月少了200多块钱美金的收入啊，那是我流量分红，每个月少掉200块，我想应该损失也是算大哦。每一年下来就损失台币就是7万多，就这么不见。那后来在一群朋友的热心帮助下啊，抢救了一些节目回来，那我也尽快的时间呢，大概将80%或90%的频道的这个节目呢，有重新上传到新的这个频道上面了。那这个是算是我今年来讲开盘是最不幸的一件事情。再来就是今年7月的时候呢，我父亲走了，走得很突然。虽然他之前身体不好啊，我也感觉到说他可能身体状况不好。我之前某一年的视频这个年末特辑时候，我也跟大家聊过了，我说我都不能确定明年我爸爸还在不在了。但是呢，没想到他就不是因为身体不好走，他是摔了一跤，那因为撞到头部的关系啊，那即使醒过来也会是植物人。那所以当下的话呢，我们就决定就放弃急救了，因为这个如果让他再醒过来，可能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乐观。那这个就再次跟大家，就是摔倒这种事情啊，是真是很意外啊，是不是？其实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下，就我爸刚走没多久，大概2个多月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在家里面摔跤，而且我其实我自己摔那一下也很重啊，这个就是还有我这个手有去护住到，反正我摔那一下，其实我摔得也很重，然后我妈妈非常非常的难过，她就觉得说怎么家里面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啊。那自从摔那一下之后呢，我自己也感觉到其实我好像有点状况，这个具体就不要多讲，反正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下半年我是事情也是比较没有那么顺利。再来就是我小朋友这个在诊断之后发现确实他是有所谓的亚斯伯格症。那亚斯伯格症其实他就是所谓的高功能自闭症。那我小朋友他的状况是比较轻微，可是还是认定是有。他呢是在人际的沟通上会有一点小问题，他的智能是正常的，但是他在人际关系上呢，他的对跟人的交往上面呢是有一些跟一般人不一样的障碍啊。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也是我在网络上去查一些资料里头得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比方说呢一个学校的老师呢指责这个学生说，你为什么作业没带，为什么作业没写啊，被狗吃了吗啊，这老师的话可能会这样子跟学生这样训斥。那一般的小孩子可能就知道说呢啊，老师生气了。但是如果你是亚瑟伯格症的小孩的话呢，你可能会回答老师说我们家没有养狗啊，就是说他听话的重点呢会跟我们没有那么像啊，就是老师说你作业没写是被狗吃了吗，其实老师只是想要表达说你为什么就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啊，不管什么原因啊。但小朋友只会把重点放在说，哎，老师你在说我们家的狗吃了我的作业啊，然后所以我要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家没有狗啊。
这种事情就会变成说是可大可小啊。如果你在一个工作环境里头，你遇到的同事、遇到的朋友是不愿意去体谅你有这种状况的话呢，那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呢，只能靠就是说到底还是我的责任。过去几年我花的时间不够多，我太晚去发现他有这个状况啊，就我们就都忙着各种事情。我2009年回台湾的时候，我是从零开始，对，我什么伤都没有，我一切的话就忙在工作，忙在各种方面上面，我太忽略去跟小朋友多聊天。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国中生了，其实是比较晚，但是呢晚总比不到好，迟到总比不到好，对吧？就从现在开始的话呢，我会比较花多一点的时间跟小朋友去多相处，去试着去干预他的这种状况。当然其实他现在跟普通人看起来其实真的是没什么两样，真的是没什么两样。你只是会觉得说有时候他就是有一些东西他很执着，他不愿意去改变他啊，他可能生活作息，他每天就是固定那个时间他要做什么，他就是很坚持很坚持，你不让他去做那件事，他就是会很暴躁，或者是会也不能讲暴躁，他就是会整个人心不魂不守舍的样子啊。那这个事情本来我也没有想要讲啊，那是因为我前两天我看了一部那个阿斗讲电影，对吧？阿斗归来了，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解说的一个频道，我每一集都看。那他刚好讲到了这个汤姆克鲁斯跟这个我忘了那个演员的名字了。OK， 反正演了一个叫《雨人》的电影啊，非常经典的一部片子。然后我一看，就里头有很多的情况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熟悉的。那我就心里面就想了啊，就有感而发，我就把这个动态呢啊，就发到了这个 B站的动态上面去啊。那就收到很多朋友的关心，非常谢谢你们。但是可能也因为刚好这段，好像刚好是那一天。那因为我是颇说我要多花点时间陪小朋友怎么样，那可能刚好那一天呢，非常有名的真心评测说是要节目要停止更新了啊、哦。那可能大家有联想说我发了那个我以后要多陪小朋友啊，是不是大家以为我也不做了？就是这两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是不是不做节目了啊？我没有说我不做，我只是说我只是要重新分配一下我时间的使用的这个先后顺序而已，并没有说不做啊。我也可以很坦白跟各位说啊，目前来讲的话呢，我的频道是没有打算停的。可能更新的速度，其实我更新速度也没有说减慢很多，即使我今年比较忙，但是我的节目更新的量还是远远胜过很多的 UP 主啊。我只是以前从超快速更新现在变成快速或是中快速而已啊，我还是胜过很多普通速度的这个 UP 啊。那么呢，就今年的话呢，就事情很多，对不对？大家都很多风风雨雨啊，大家都不容易啊。那大家各自保重身体啊。这个疫情的话呢，看起来是没有减缓的趋势，可能还会再持续下去。到底我们这个地球啊，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大家都 OK， 在关心地球之前，大家先关心自己吧啊。该这个照顾好身体的照顾好身体啊，该跟家里面的人多相处。啊，就多相处啊，有空啊，关心别人的八卦什么，不如帮妈妈洗碗，对不对？对，帮爸爸捶捶背啊，对不对？跟小朋友聊聊天啊，跟这个你对你好的人呢，就是我们就投桃报李啊，大家好来，好好的过完人生的每一天。现在只能说多活一天算一天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1300集的节目，也是我2020年的年末特辑，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啊，不对，我们明年再见，拜拜。哎，我发现我这一期节目乱做啊，居然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官方的这个 SS 系列的话给忘记了。那么2020年应该重头戏的话呢，就是这个电影2的工程合体呢，终于可以将它完全组合起来。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褒贬不一吧啊。
那我个人还是属于可以接受的状态了，毕竟这么难的一个设计，它确实做出来，而且把玩上也是比较简单的。那这个爬行的动作呢，可以用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摆法，还是能够做得出来。那它的一个相关的配件包什么的呢，目前还没有完全出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它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形态啊。那它还有一个第三方也有推出相同的这个。这个角色，但是我个人是比较不推荐的，因为那一款价格呢确实很高，而且你只是恐怕也没有办法拿来把玩呐、啊、什么的，我个人并不推荐，还是官方这款最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啊，Megatron 电影第一集的07年造型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款，全身上下的银漆呢，算是诚意度是算是可以了啊。那做的呢，变形的话呢，也还在可以容忍的范围。虽然载具的话呢，有一点点厚，那人形脚后面呢，跟脚的话呢，是稍微比较粗大一点点，但整体来说呢，这依然是今年 SS 系列呢，我个人是比较中意的一个。那平心而论的话呢，今年的 SS 的话呢，是比去年也是有平均来讲也是有比较好玩一点啊。那我节目一开始说的啊，整年度平均起来的话呢，当然地出不如围城，但是在其他各方面的话呢。还是比2019年的话呢，还要来得让人觉得满意一点的。那这个的话呢，就是2020年的年末特辑啊，赶快把这单补上。谢谢各位的收看。